Koca Akita! Hadi! Hadi kalk döver ya! Hadi se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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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锁定，完毕。 报告舰长，所有油阀都被破坏了，我们没办法截停船的供油，我现在就切断电路，把船停下。报告舰长，政委，广东号突然在加速，我们还剩多长时间？程总，广东号现在以23节的速度继续前行，如果以这个速度，15分钟后进入索马里海域。 舰长，我们绝不能进入踏国领海。杨瑞，我们还剩10分钟就要撤离。全体注意，为保证所有人质安全，各位一直必须同步攻击，等我命令。完毕。左侧收到。狙击点，狙击点。收到，收到。你们那边有没有把握？如果没有，我这边3分钟之后开始强攻。队长，队长。 2分钟之内给你回复，完毕。李董，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机会？船头的船尾方向乱流很多，平均风速45到55之间，要避免气流对子弹的影响，我们必须和驾驶舱保持123节。最佳的射击位置，开枪的时间只有3秒。否则船就会撞过来。海鸟一号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队长，队长，10秒之内开始狙击，完毕。全体准备。 数据不变，风向西北，风速20.8，时间3秒，数据稳定，稳定，稳定。